一开始进来看这边又收这么多服务费了，本来是挺抱怨的，但是感觉这个菜品吃起来真的是非常棒，值了，真的值了。来青岛吃的最过瘾的一餐，感觉，嗯。拖鞋，波哥你不冷啊？祝大家早中晚都好，我是老胡。哇，今天晚上青岛这边风好大，有点冷哦。我准备因为肚子饿了，所以冷，所以准备现在去吃个日料自助了，200多块钱一位。走吧，吃他个20-30盘、30-40盘、40-50盘。到了，嗯。你这有没有那种小火锅？火锅？涮水锅？没有涮水锅，有牛肉泡菜锅和海鲜全脂锅。然后可以煮肉吃是吧？嗯嗯。没有，主要是我们厨房给咱做好了。做好装了。有人端过来。就说可以单单点肉吗？不行的哦。不行。不行。啊，行行行。过去上两位。那你们逃过一劫。然后这边是有那个三个档次的套餐啊，有268的、368的和598的，是吗？是这三个吗？对。哦，然后每个套餐的话，它是有多一些，档次比较高的天量的东西，像这个368的，它就多这个香芒龙虾，就龙虾多半只嘛。这个598就有什么小龙虾，小青龙也有啊，然后鹅肝呐、啊，鱼子酱鹅肝也有这些的，就吃个268就好了哦，峰哥。没必要，就是。好，点菜了。我的肚子好饿，可是我还要减肥。我的肚子好饿，可是我还要减肥啊！肚子真的好饿，想要做饭。菜已经点好了，总共点了28样菜，就是我和峰哥双人份的，一人先吃个14份吧。我们现在是坐在这个包厢里面啊，这里面光线比较好，并且说比较安静一点。但是这个包厢是要每人要收10%的那个服务费的，就是你那个吃什么价位的，就是加10%，相当于每位已经300块钱一位了啊。这个纸巾都是要钱的，这一个一盒3块，这也3块。哎，这边那个日料自助都是需要收这些费用的吗？包括包厢和这个纸巾。这是小青龙，一人半条，太丰盛了。开始这边上菜速度好快哦。来，这个榴莲先开局，榴莲酥。哇，刚刚酥脆。峰哥点的寿司，呵呵，牛小排，我们那个牛肉点了很多种啊，还这个刺身命满，这个刺身命满非常的让我惊艳哦。还有芝士虾呀、羊排呀、小青龙啊，很多。来，峰哥开吃没有？开吃。来，照这个小青龙，凉了就不好吃了，这个先吃。这场面上的菜有点多，我那个有点眼花缭乱。哇哦，OK， 兄弟们开吃啊！这里也就等于300块钱一位啊，268一位，但是它加上包装费啊。那这青龙比我们去那酒店吃的好吃多了。哇，看一下这牛肉，大家放这里好了，好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嗯，羊排哦，这些东西的话就要先趁热吃，其他菜可以慢慢吃。哇，嗯，羊排好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没有什么肥的部分，肥的部分吃了会很腻，都是瘦肉。牛仔骨，这边是2份吗？啊？一份我都会吃掉哦，一人啊，让我不客气。嗯，啊，我们吃东西比较粗犷啊，大家谅解一下，喜欢用手吃。嗯，哎，很脆很脆，这牛肉排煎的表面都很焦脆。嗯，这个是铁板鱼肚啊。那是鱼泡还是鱼肚来着？忘记了。嗯，有点甜甜的味道。那、辣辣的，就有点咸了，这样干吃。来，留点给峰哥。
这边是还有什么菜啊？是海胆，然后这是水井天妇罗，这是鲍翅汤。啊，味道非常棒，一级棒。嗯，美女要辛苦你一下了，我们这边可能点的比较多，你要多跑几趟。还点了这个两份汤啊，一个那个雪蛤桃胶，一个是那个鲍翅啊。哎，海胆。嗯，芝士虾。嗯。发现它这虾里面啊，芝士里面都有放一个香菇。我吃那个小青龙里面也吃到一个香菇。嗯，这应该是木耳吧？哎，里面有一个这玩意儿，忘记叫什么了，树桃胶。嗯。嗯，鲍翅，哎，还真有鱼翅，哎，这个好喝，这个很鲜，嗯，哇，喝这个舒服，哎呀，哇！一开始进来看这边又收这么多服务费了，本来是挺抱怨的，但是感觉这个菜品吃起来真的是非常棒，值了，真的值了。来青岛知道吃的最过瘾的一餐，感觉，嗯，哇，嗯，这个铁板黑胡椒牛肉粒，对啊，很好，嗯嗯，哇。峰哥甜虾专业户，一口气点了十几只甜虾，和风牛肉烧啊，一人一盘。上面是什么东西来的？是洋葱还是葱啊？洋葱哇，这样子吃，大葱配这个牛肉，哇哦，哎，好吃。哎，这家老牌日料自助果然是挺棒的。嗯，看这鱼片，嗯，那个甜点我再拿一点，你随便帮我选个两样上就好了。好 ，OK 吧？我相信你的口味品味。好。还有满满一桌子菜，哎，慢慢品尝。哎，峰哥剥好的甜虾，太贴心了。嗯。他不然月费了吗？对。嗯。甜甜的味道，很新鲜。这是那个煎的梭子蟹哦，哎呀，嗯，这边厨师的手艺真的可以，嗯，哎，香辣口的。鸡软骨，哎呀，嘎嘣脆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炒蜗牛。蜗牛没吃过，第一次吃。跟那个海螺肉的味道差不多的，蛮脆的。嗯。牛肉烧又是牛肉，呵呵，嗯，很嫩，就是放久了有点凉了，要热了会更好吃。这是天妇罗，以前以为天妇罗是一种螺类，谁知道炸的都叫天妇罗。呵呵，
这不是肉的，这里面是南瓜吧，反正是南瓜，炸南瓜，然后炸藕，挺好吃的。嗯，这个忘记了，这下面是一个石板的，他是拿这个石板去煎的，现在这个石板还是热着的。好像是牛舌吧，他们这个酱不知道什么酱 ，XO 酱好像是，那、也不对，酸酸的，嗯，这个不太爱吃，这个酱又酸又咸的，最后才吃这个刺身啊，先吃三文鱼，品质不错，看样子是品质不错，嗯，口感很细腻。这是那个金尊鱼吧，还是金枪鱼？好软啊！是啥？这是一种那个蚌类，好像是珊瑚蚌吗？脆脆的，北极贝，北极贝，北极贝我喜欢。哇，这里面这是海胆啊，特别要求去垫着这个黄瓜，跟这个黄瓜一起吃吗？对对对，必须。尝一下。嗯，挺好吃的，就是一份一份，有点小。嗯，这是菠萝虾，下面有个菠萝，这中间炸的是虾、哦。嗯，入口不？喂。菠萝好甜啊，嗯，哇，哎，甜品时间到啊，这边甜品蛮精致的，哇，浓浓的巧克力香，还有抹茶的香味，嗯，有没有喜欢吃甜品的朋友？那我们是志同道合了，嗯。还有点冰的，它可能是刚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。嗯，还有糖啊。嗯，蓝莓这一块特别大，有压力啊。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，啊，吃这四个就饱了，是不是？嗯。是那个巧克力味的，还是慕斯、啊？哇，甜品也吃得很过瘾。最后一个了，嗯，好了，今天晚上吃的。挺撑的，这家的话我给他好评，味道很好，并且服务也非常好。这期视频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